大家好，歡迎嚟到新一集嘅雙嘴客。今日咧，我嘅特別嘉賓係 Sean Wong。你好。咁咧，我哋係冇 agenda 嘅今日。咁我哋連咧，即係頭先食飯傾咗咁耐咧，都唔知噏咩好。咁啊，淨係聽阿 Sean 咧講故仔咧，已經非常之吸引啦。咁樣。咁啊，我哋今日講咩好呢？不如就先 part one 講下你呢個人先啦。咁啊，今集咧就講下阿 Sean 咧嘅各樣嘢嘅。咁其實我認識咗佢咧，只係一陣間嘅啫。就是上次去某一個新心靈聚會咁樣，我哋地下行動咁樣就認識到佢咁樣。咁我就聽你講完一大扎嘢之後，我就心諗呢、這個人一係咧就係世外高人，一係就係癲噶啦。其實我成日都好相信，我應該係要去青山直送嘅，上青山。所以今集我係搏一鋪嘅，到底我訪問緊一個世外高人咧，定係一個癲嘅人嘅咁樣 ？OK 咁樣。咁然後咧就阿 Sean 會講下佢你嘅靈性經驗啦、靈性體驗啦，然後講下咧身心靈界一啲我哋覺得嘅認知嘅真相咁樣。因為而家已經係點樣形容好呢，又唔可以話呢個邪魔外道嚇、充斥呢個市面嘅，但係好多謬誤同埋好多嘅大話係不斷地湧現啊，包括係身心靈界。咁我哋唔係玩踢爆嘅，我哋講真相嘅啫咁樣。咁講啱唔啱啊？咁我開場白 okay, 非常好，因為你未知道我哋想講咩嘅，咁啊講下你先啦。其實你嘅背景，其實你係做咩嘅咧？以前啊，以前嚟講，我做過商界啦，做過政府工啦，咁同埋就係、感謝上天安排啦，因為我做嗰啲部門都係啲死人冧樓部門嘅，社會福利處啊、破產管理處啊嗰啲嘅。即係見到你都唔會太開心嗰啲啊，即係見到你嗰啲人都係面黑口黑嗰只嘅，應該係。真係一個充滿咗負能量嘅同仁行嘅。講一句咧，即係我自己，我從事破產管理處嗰陣時咧，其實我入去頭三個禮拜，我已經係真係想劈炮五路嘅。點解啊？即係能量好勁。你係見到任何一樣嘢咧？佢都係落咗黑色嘅灰黑色嘅嘢 highlight 嘅，即係啲 energy 嘅，係啊。因為呢樣嘢可能咧，唔太知道講乜。因為如果譬如你有啲人佢可能係有天眼啊，或者佢能量敏感嘅咧。Oh, by the way， 阿 Sean 咧係有呢個咩通咧，應該叫做火腿通。發熱通。總之佢可以睇到某啲嘢啦，一啲靈界嘅嘢啦，咁樣睇到你個能量啊，或者你可能即係如果佢集中下精神咧，睇到你前世今生咁樣。但你唔好煩佢啊嚇，冇錯，唔好喺地鐵見到佢就啊阿雙兄贈兩句咁樣，冇得傾嘅嚇。條件具足底下啦，或者有高有簡單嚟講，頭先我哋食飯我都冇揸佢嘅，我哋唔會做呢啲嘢嘅，所以大家唔好咁樣。OK， 好啦，繼續講。係啦，咁所以其實就從事過商界，從事過政府部門啦。咁其實而家嚟講都係從事一啲能量有關嘅工作嘅，係啊。咁同埋呢一個就關少少就係、是一啲高靈掉俾我嘅任務啦，係啊。因為我點解會揾阿雙上嚟做訪問咧？就係、是、我對你條天線好有興趣，然後對於點解要掟條天線落你度嘅呢件事又好有興趣咁樣。咁我相信其實我哋都有嘅，不過唔同。即係你就好明顯，直頭就係有人 call 你，俾條天線你，然後俾個 post 你啦咁樣。咁我哋呢啲係好間接咁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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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咗網台主持咁樣。哦，係啊，其實所有都係緣分嘅。係啦。係啊，咁其實就你話，如果你話個天線或者係佢要我點解係行出嚟啦，其實就幾老土嘅，想幫人幫助人哋覺醒。係啊，咁但係其實我自己嚟講咧，對於呢個身份我就即係接受住先啦嚇。咁因為其實點解咧？因為我個即係做，如果真係我哋出嚟教能量有關嘅嘢，係大約係兩年到。咁其實就係話呢兩年嚟講，我成日都覺得係就係話導師有佢嘅 learning curve 嘅，係啊，即係學生有學生嘅 learning curve， 其實導師都有。咁即係我都。不做任何宣傳任何性的之前，因為我會覺得就係話我嘅責任入邊，即係話我都要了解我呢一個身份，究竟我會遇大約遇啲咩問題，係啊，即係做個 trial 俾自己，即係究竟我要去到點樣做咧咁樣。所以我成日都同啲人講就係話，嗱我唔係分 line 嘅，我係 R&D 嘅，係啊，即係我哋係喺度不斷做緊 research。跟住之後係 develop 啲一啲嘢嘅。嗱，大家聽得明啊，聽我聽唔明都，我幫到你啦。咩叫分 line？ 咩叫 R&D 咁樣？係啦，咁分 line 就係有一啲就真係前線啦，係啊，做治療啦，
或者是真的占卜啊、算命嗰類，總之前線直接去對你嘅，幫你解決問題嗰一班朋友啦。係啊，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都是我的心念。其實我後屘又諗翻啦，即係有其他同學或者高人，佢都即係同我傾完偈之後都話，其實都是你的心念去召喚咗你呢個角色俾自己嘅。其實我自己就坦白講，就係話因為我自己的機緣巧合啦，大約是2000年至2001年間啦，即係接觸到藏傳佛教嗰邊嘅。咁其實佢俾我第一樣嘢就係咩咧？佢令到我嗰、那個眼界擴闊咗好多。即係原來我哋有一個呢件披啊，肉身世界之外咧，其實原來係真係有個能量世界，或者甚至有個靈界。係啊，咁因為其實就話佛教嚟講，其實除咗人之外，有其他好多唔同嘅能量體存在嘅，即係有形或無形，係啦。咁嗰陣時咧，就係一個契機，就係、是、咦，原來真係有呢樣嘢，係啦，原來真係有人有特異功能，真係有人以外，或者係大家可能傳聞或者傳說中先聽到嘅能量體存在。因為我嗰陣時我會講，我會用一個普遍啲嘅講法，係能量體，係啊。咁所以其實話，你個人的時間啊，你會係擴闊咗好多。因為我自己嚟講就係、是，譬如我哋嘅人生可能係而家80年、90年，或者可能而家嘅藥物可能先進到我第時可能有200歲命。但係其實你200歲命，其實相對永恆嚟講咧，相對靈魂嚟講，其實係只一個好少嘅，好少一個部分。咁所以其實我哋好多時我哋會做錯決定。其實不是做出決定，因為我們的 time scale 不同了，我們做的決定就會不同。所以很多人呢，有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我不知道是不是生個樣子像法官，經常來問我究竟誰對誰錯，是不是真是不是假。我說 你像審死官嗎？周星馳那個是啦，即可能我不笑的樣子比較嚴肅，但熟我的人就知道很分裂的，是啦，沒錯，是啦。但我經常都答一件事的，你要我答一個問題，首先你要俾咗一個背景我，如果唔係，你真係蝕我，係啊，因為唔同嘅時間，係唔同嘅場地人物，就會對與錯會唔同嘅。啱啊，呢個亦都係配套到我哋講種子法則，就其實所有嘢都空性嘅。你點可以攞件事出嚟問人哋啱定唔啱，你應該點做咧？你一定要俾曬所有背景、利害關係，你想要咩嘢，人哋先俾到 advice 俾你噶嘛。係啦，咁所以就我覺得呢樣嘢係最重要咯。係啊，你話調翻轉就係話你嗰個佛學理論啊嗰啲嘢咧，其實就係我都講一次啦，大家唔好誤會啦。小弟咧其實咧就真係冇乜點樣睇佛經嘅嚇，咁所以咧你啲好深奧嘅佛學理論咧，就可能要揾翻啲佛學博士啊或者啲高僧大德去同佢去參詳啦。你開始接觸到呢個靈性界或者係你自己開竅嘅路咧嚇。其實你講話由你2000年啊，去咗呢個青海，2001年啦，差唔多係。係啦，去2001年去呢個青海，然後跟住就去望星星咁樣。係啦。咁然後跟住咧，同你朋友一齊望星星嘅時候，出現一件好特別嘅事件。係啦，冇錯啦，即係我哋就諗住嗰度嗱，你都知道青海嗰度就好天嘅時候咧，你真係見到一條銀河喺度嘅，點點星光好靚嘅咁。即係當我哋睇星星嘅期間，係突然間見到一個，我諗應該起碼如果用我哋而家嘅，我諗你見到個高比白人啦，咁大嘅，但係係一個頭四隻手喺你眼前嘅上空，即係幾高，即係好大個咯，唔知係咪？其實我諗你大約係8-9尺啦，8-9尺高啦，即係因為你話如果 exactly 我就唔。太子，總之係大啦，係啦，即最重要係佢係有四隻手啊嘛，同埋成個身嘅紅色係皮膚，紅色嘅啲皮膚係，咁你喺上面飛過，係啊，咁跟住就係話你朋友又見到，係啦，即係你眼望，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大家都係扯你可能眼花啊，或者你想像力太豐富啦咁樣。係啊，但我覺得呢件事之後發生嘅事更加有趣，不如你講埋先啊。哦，係啦，咁其實就係咁樣，我哋就跟住就翻房瞓啦。係啊，出嚟報道啦，因為去青海唔知發生咩事啊嘛。有冇嚇親你嗰陣？但是那個能量是點？是你嚇親啊，定係攝親就咁樣，定係點嘅咧？個感覺見到啲咁 awesome、咁勁抽嘅嘢。因為可能本身咧先天上我就唔太正常嘅，咁所以咧，好中意你呢句嘅。
我證明到你係 short 噶啦，係啦，咁所以就係話正常見到咁樣飛過咧，應該係成晚瞓唔著啦，好驚啊，尖叫啦，呆啦，或者係好哇，唔知道你俾我見到我見過一次 UFO， 嚇，已經呆咗就，哇 UFO 咁樣，就個心係成晚心跳好興奮、好振奮咁樣噶。咁係咁，因為佢唔想你見到，你唔會見到噶。會係，其實呢個可能遲啲可能有機會分享其他。其實 UFO 都係嘅，如果你龍我都見過兩次，佢唔想，係啊，佢唔想，你明㗎啦。係啊。如果因為我喺嗰、那個嗰時喺嗰個山板，喺嗰個遊艇度住啊，咁冇嘢做，冇電話、冇電視、冇電腦，咪晚晚上山板喺度希望望到 UFO 啦咁樣。望咗五個禮拜，有一晚望到。係。就係嗰種感覺就。又好彩，我隔離有朋友喎。我大部分時間一個人嘅啫嘛。如果我一個人見到嘅話，係啊，你點證明？死無對證啦！你作嘢係咪？因為仲要係個天空咁大咧，我望到嗰一點，我見到嗰個 UFO 嘅時候，咁巧個朋友又係望住，因為我哋一齊咁樣樣。嗯。哦，你見到咩？你見到咩？跟住佢講，我見到個綠色嘅嘢喺度打圈喎。我都係啊，佢然後跟住另外紅色嘅嘢相反方向打圈，即係一個咁打圈，一個咁打圈。咁佢大家見到同一個時候，同一個。樣嘢咁咪就係真噶咯，咁但係你講嗰樣嘢都好震撼啊嘛！我嗰陣時我就好單純地諗就係、是、啊，原來青海嗰啲地青海啊西藏啲地方咧，真係無奇不有喎咁樣。咁其實因為咧，我嗰陣時心態就咩咧，哦人人都會見到嘅。定係你細個你定係你好似係有人哋呢個有陰陽眼嗰啲人咧就哦係啊嗰度有一個咁樣，講到好似咧有隻貓經過。哦，咁我又唔係嘅，我係去真係學咗金剛城之後咧，係先係有呢啲咁嘅經歷嘅開始。咁然後咁啊，嗱臨兩個翻房瞓啦，見到啲咁嘅嘢係咪？係當然啦，瞓得好冧添。啊，係咩？係冇錯。唔會驚，好嘢喎！咁然後我覺得更加特別嘅就係第二朝，你話有啲嗰啲叫咩啊？師兄定係有啲師傅咁樣？因為其實第二朝咁咧好早起身，咁我哋就瞓到懵懵鬆鬆啦，因為海拔又高咧，其實。都三千幾四千嘅嗰度，咁所以其實瞓醒懵懵鬆鬆，咁突然間有個喇嘛走埋嚟，咁佢係識國語嘅，咁佢定一定神望住我哋，跟住就話：，你哋琴日望到，我唔使驚，琴日望嗰啲係我哋寺院嗰啲護法神嚟㗎，咁樣咯。咁所以但係成件事咧好得意嘅，即係我都係覺得哦，好正常啦。佢仲可以講到個名字，佢仲知道你見你未講嘢㗎嘛？知係啊。但係佢已經知道你琴晚見到呢個護法神。係啦，佢其實佢仲講埋個名，講咗邊個嘅？咁我呢度就唔好講啦，因為始終係哋自傳入邊個秘密嚟嘅。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成件事係好平常啦。係咯，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就係、是、啊，見到我哋自己嗰只貓啊，係咯，即係咁樣樣好似。係，因為其實佢神奇度就係、是、譬如某位高僧啦，佢加持一個如果有學金剛城嘅一個加持一個妙音天女嘅銅嘅佛像啦，佢加持期間咧。佢啲手指係喐，同埋彈琴咯，有聲嘅，聽到聲。即係嗰個像。嗰個銅像嘅手指自己喐，同有琴聲，係啊。咁所以其實就係、是、即係我自己本身係學佛教啦，但我唔係特別話而家喺度去推廣呢樣嘢嘅。而係我係想講就係，我覺得唔同嘅宗教都有奇人異事嘅，係啊，甚至宗教以外都好多奇人異事。哦、我以前在基督教咧，因為好耐冇翻 church 啦，咁我聽過好多嘅咧，就係啲小朋友喺個教堂入邊見到天使啦，然後有啲未嚟過教會，第一次嚟過，即係嗰啲大奸大惡嗰啲咧，跟住話，咦？點解呢個牧師後邊嗰班人咁靚嘅咁樣？哇，個個靚仔靚女嘅，跟住我哋個個都邊度啊？咁樣佢咧後邊成班啊，白袍金腰帶嘅，咁靚嘅咁樣，我唱歌好聽，跟住我哋。喂，大佬，我哋見唔到，個見唔到咯，係個人見到，咁樣都有嘅。所以呢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好難用我哋世俗嘅邏輯同埋價值觀咧，其實去批判靈界。係冇啊，唔得咧就，因為其實我哋在光，一來我哋在光，佢哋在暗；二來就係我哋真係好渺小噶，我哋係即係我哋呢個物質世界係好渺小，但係靈界係即係好似我哋喺嗰啲屋村泳池仔游水。但是靈界是一個海洋，是整個海洋這樣，根本是沒得比較的，是的，都真的，是的。那你有過那次這樣的經驗之後，對你再回，你那時候還在讀大學，你說？那時候其實是的，其實是一個大學時期的一個暑假，其實我那時候去純粹是被人家困了去的，因為其實是，困是中文，其實就是，即是講緊那時候是興西部大開發，是吧？咁就啊，不如去青海睇下啦。2001年啦嚇，係冇錯，即係那些年。
係啦，咁所以就反而我覺得佢俾我嘅象徵意義好大咯，即係其實係令到我會知道就係、是，咦，其實你要去諗諗，即係除咗譬如正常你嗰啲讀書、結婚、生仔之外，原來我哋仲有另一個世界，可能你未知嘅，而呢個世界係影響到我哋好重要。我其實咧，我就 V 旺旺咧，1992、1993年開始 V 旺旺噶啦。咁啊，細個嗰陣咧，當然都好多好多古靈精怪諗法啦咁樣。咁啊，反而最近咧，直至好近期、好近期去到呢、這個睇咗出好俗嘅戲，叫做好世俗嘅戲，叫做呢、這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哦、其實係唔知點解係俾佢吸引咗，我係唔睇呢啲咁樣嘅戲。但係我反而睇完之後，唔知點解明咗好多嘢。係。厲害喎！睇咗好明咗好多嘢，但當然除咗佢呢入邊嘅所有嘅藝員演員係好靚仔靚女之外咧、嗯，我唔知點解我覺得佢本身係應該係有料到嘅，即係入邊佢本身嘅劇本或者佢寫呢個劇嘅人咧係本身係有料，只不過俾內地或者嗰個 production house 拍到佢非常之 commercial、非常之 pleasing 嘅啫。因為佢入邊講好多嘢，我都發覺，咦？點解會喺入邊睇到好多關於我自己嘅嘢？嗯好多嘢，我反而睇完之後好多嘢我唔再執著，咁樣。anyway， 咁好啦，咁然後跟住又點咧？你去完呢個青海翻嚟啦，咁樣，然後又你中間到你今時今日，你發生咗咩事咧？點解上面俾條天線你又想要你要你做啲咩嘢咧？其實去完青海翻嚟之後咧，咁其實都係一個都係閉門造車嘅狀態嘅。咁因為其實始終咧就係喺佛教嚟講咧就唔太。係著重宣揚呢一啲咁嘅神通啊，或者係你見到其他嘢，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個狀態都係咧，好驚俾人拉去青山啦、啊，咁所以咧，即係都係少説話就少錯嘅，係啦、啊，咁就反而係調翻轉係去到2008年啦、啊，2008年其實係一個幾關鍵嘅，對於我嚟講喺嗰個靈性就係、是，咁咁嗰陣時學習氣功，係啊，咁當學習氣功嘅時候咧。咁其實係因為你氣功嗰個背景咧，冇咗個宗教嘅框框，係啊。咁調翻轉就係話，我願意多啲同嗰個、哦、氣功係冇宗教嘅喎。係嘅，有啲有，有啲冇。我學嗰個冇嘅。嗯。咁所以調翻轉頭就係話咩咧？同埋係人嘅心態唔同咗。又正如就係如果我2001年嗰時學金剛城咧、密宗啦，即係大家所講嘅，係唔敢俾人知㗎。係啊，因為嗰時嗰個風氣係。不太了解那樣東西，但是去到2008年呢，已經大家調回轉是開始去到現在來說，他們對那個身心靈啊、能量啊、那個靈異啊各樣東西呢，那個興趣大了很多，還有那個氛圍來說呢，是很想了解這樣東西，所以其實就是說，那我也都願意易點踏出一步跟他們溝通，因為其實我身邊的朋友都很有智慧的，他都說了，為什麼他走到你那裡，你要拒絕他呢？你反而是找一個最重要是安全平等的東西，怎樣跟他溝通呢？ OK， 是的，那所以其實我即是我這個人很簡單的，你說的道理對的，我是會說服我自己的，那我就去嘗試，當然我不會完全，我就會嘗試先的，那如果可行的就去做多一點，是的。那你何時開始發覺你自己是真的開始有條天線給你就天線啊，幫我哋做嘢咁樣。係啦，咁變成天師得得邊咧？真係天師得得邊？因為其實開頭我諗係好多人都有啲經歷嘅咯。其實係突然間坐喺某啲人嘅隔離，甚至尤其是陌生人，你唔識嘅，但係你突然間咧係好似 WhatsApp 咁，好多靈感，叮叮叮叮。但係如果你靈感咧，你係唔會有對答噶嘛？即係譬如就係話，係啦，咁我哋叫 download 啦，download 啲 information 俾你咯。可以 download 就又唔同啦 ，download 直情係咩咧？可以成個 program download 咗落嚟，你係之後可以慢慢解讀嘅，係啊。但係如果譬如佢即時對答嗰啲咧，真係叫 channel 嚟，哦哦 yeah yeah 係 channel 嚟。哦，我冇咁樣試，我冇試過咁樣細分喎，係喎。係啊，唔同㗎。係啊，即係咁，所以就係即係喺個實踐入邊，咁就去可以學習到更多，了解到更多咯，係啊。好，我哋眨下眼咧，頭嗰20分鐘已經過咗啦，係咪好快啊？係啊，冇錯。成日都係快到好似5分鐘咁啊，其實好多集都係咁樣。好啦，咁你休息陣間，翻嚟再同阿 Sean 繼續傾偈。再見。